恩典365 365天，天天一起活在神话语的恩典和大能里面。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可以荣耀神。我们读但以理，在但以理身上学很多的功课。但以理他认真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认真的过日子，认真的工作，以至于他可以在工作当中荣耀神，以至于换了四个老板，每个老板都重用他，因为他的表现就是好。那个还不在于他的能力、他的资历、他的各方面所有的先天条件，更在于他的一个态度。态度真的决定一切。求主施恩帮助我们有一个对的态度。我们昨天讲到说，但以理身上有一个态度是他做事很忠心，不只是表现优异、业绩很好而随随便便，不，他有一个很好的态度，就是认认真真的。忠心是什么呢？我们在讲，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，忠心是一个忠于所托，这个人是可以被托付的。圣经讲，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。而且什么样的事上忠心呢？有啊，我大部分事情都很忠心啊。可是圣经里面讲到说，一个很棒的一个忠心是什么呢？是在小事上忠心。耶稣讲，在小事上忠心的人，主人就可以把大事托付给他。小事，很多人都觉得有啊，我大部分做，可是这种东西没有关系吧，这个让他过去吧。可是你相信吗？真的很多的时候，主管在看人，就是在看大事上大家都很认真的，尤其今天这个社会竞争的这么厉害，在大事上谁敢马马虎虎啊？马马虎虎很快就被淘汰掉了，马马虎虎很快上就不续聘了，马马虎虎每一次裁员第一个就被裁掉了。所以大家大事上大概都是兢兢业业的，可是这个人为什么能够脱颖而出？常常是不止大事，连小事，在很小的事上他的认真，你相信吗？世界上的人在讲说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是人在做，神在看，人在做，你的老板也在看。学但以理，学圣经耶稣给我们的提醒，不只是忠心，而且是在小事上忠心。我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同工，谢谢主把一些很好的同工给我们。中间有一些神学生，他们在我们的教会实习，那他们在实习当中每个都很优秀，真的每个都很优秀，有很好的条件，每个表现都很好，我很感动。但中间有一个人，他在做实习神学生的时候，我就特别注意他。为什么呢？他们做神学生的时候，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可以讲道啊，可以这个查经啊，没有那么，因为我们教会的团队很大，所以他们其实没有那么多机会。那他们要去做什么呢？打字幕，别人在唱歌，那个歌词要打在那个投影机上，他们要去打字幕。我常常观察这件事情，对一个神学生来讲是小事。哎，我受这么多装备，难道到教会来只是打打字幕吗？那照着歌词，我连上台带敬拜、做敬拜团都没有，只是打字幕。可是这个人很不一样。有一些神学生不太愿意做这样的事，觉得哎，我被呼召又不是来做这个的。有一些人做好啊，做啊就马马虎虎做，他们不一样。我观察到每一次是他
字幕跟诗歌跟得紧紧的，不会人家已经唱到下一句了，他字幕还在前面，而且常常字幕打错了，这个字打错了，我们聚会有两堂有三堂，第一堂这个字字幕错，到了第二堂他立刻改过来，也有的人哦，字幕第一堂错到第三堂还是错的，都是同一个人打，他就没有去改，不认真，这个人字错了他就改，他就会去修，然后每一个字跟得准准的，没有 delay， 没有漏掉的，没有错失的。我注意到这个人，今天他成为我非常重要的同工。其实从神学生开始的时候，在很小的事上打字幕这样的小事，对很多神学生都来讲说我不屑于做这样的事情，可是他认认真真，小事上忠心。你的主管，我还是说，人在做，神在看。不但神在看，你的主管也在看，小事上忠心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圣经真的不只是讲天上的事，圣经也教我们怎么每一天过日子，圣经教我们怎么样在办公室里面生活做事。谢谢你提醒我们，小事上就要忠心。谢谢你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在祷告当中，主有没有提醒你哪些小事你需要更认真？Drink wine together.